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 Ken Tai。 暑假好快已經過去了，那大家有沒有好好利用你的暑假呢？如果沒有的話，大家快點給心機啦，因為你的考試好快就到了。咁經過 one day course 和 summer course 的好評之後咧，其實我同我團隊會繼續為大家保持住一個專業同埋謙卑嘅精神，不停咁為大家咧製作唔同嘅模擬試卷啦，提供一個最好嘅平台 ，OK， 俾大家咧去 keep 住做數啊，同埋可以咧有最好嘅課後支援嘅。咁各位中六嘅同學，你留心咯噃。咁首先咧 ，regular course 咧，我會分為三個大 courses 啦。咁啊 ，plan A 方面咧，我會用佢嚟主軸做主軸啦。咁入邊嘅內容咧，我會教授中六四個大 topic。咁啊，另外亦都會同大家講所有卷一卷二嘅應試技巧嘅。咁另外亦都會喺臨尾嘅時候咧，啊講翻啲中五兩個大 topic， 就係話呢個圓同埋概率咧，亦都會話俾你知一啲難嘅題目，例如好似一啲證明題啊，點樣去做啦，點樣去考試嘅。另外我知道有啲同學仔本身對中四、中五嘅 topic 咧係唔夠熟悉嘅，咁所以咧我開咗 plan B 出嚟，咁希望咧透過用最短嘅時間咧可以幫到你温習十六課嘅嘢，咁啊所有嘢、所有技巧、試技巧啊、所有 skills 我都會喺入面教曬你噶啦，咁希望能夠令到你哋各位同學咧可以打好個根基，然之後咧考試前就穩操勝券啦。另外根據以往成功的教學經驗，我亦都會加開咗個 e-literating class 俾大家嘅。咁入邊我會同大家做一啲熱門啊、偏門嘅題目，都會同大家做曬啦。咁希望咧，即係令到大家認識更加多嘅題類。咁如果大家都覺得啦，做數係需要做先會叻嘅話咧，咁不妨去考慮一下呢個模式啦。另外中一至中五嘅同學仔啦，咁我嘅 regular courses 咧，其實入邊亦都會係一如以往咁樣啦，俾大量嘅練習同埋 pass paper 大家去做嘅。咁另外亦都會教授一啲考試嘅技巧啦，希望可以令到你咧喺學校入邊咧考試前能夠穩操勝券啦。咁另外最後啦，我亦都會有唔同嘅 side courses 會推出翻啦，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翻我嘅章程嘅。咁啊，其實我嘅學生成績咧有幾好啦，咁我唔多講啦。咁大家記得上翻我 Facebook 去睇啦，全部都擺曬上網噶啦。咁啊唔講咁多啦，上堂見啦，拜拜。